要用心，同时呢，要追求真理。那真理从哪里求啊？佛法要如何求？就是一句话：灵山塔下的佛法最真。但是灵山塔在哪里呀？在心灵啊！心灵呢，最虔诚的那一念心，就是最好的道场。所以我们要面向的最虔诚的道场去修，有虔诚的心，才能求法，才能向真实的大道啊！好，凡夫啊，久以来，无始以来的啦，已经呢一念偏差，所以呢，在走入了这一份茫茫懵懂的阴影的辽阔大海中，想要回头是岸呐、啊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都不知啊，所以需要有一个明灯，每一个港口一定要有灯塔，人人呢往这个灯塔的方向一起来靠岸哦，那这就是华。法到底这么多，一生中呢，如何能真正的体会到法跟你的根基能汇合起来？这呢也不简单。像我们啊，在医学里呀、啊，那有一些人呢需要水。骨髓移植啊，在几十万人当中呢，才能配对到一个。这都是道理一样，我们的根基在无始以来的习性啊，这个已经呢都迷茫掉了啦。真正的这个法能对机呀、啊，谈何容易啊！没有缘是对不起的啦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很有福啊，要常感恩呐、啊。在这样的大时代的这个时刻，我们有缘呐、啊，可以呢同一个方向，那再一个要靠岸的明灯呐、啊，树立起来，我们大家可以，就是面向的这个岸的灯塔往前靠近就对的啦。所以佛法在现在呢，我们一定要先忏这个忏悔法门呐、啊。法譬如水呀、啊，所以过去的心灵的懵懂啊，这一股无明啊，要先弃除。所以需要呢，这种清浅的水，很干净的水，来洗涤我们心灵的过味。那当然啦、啊，这水，那就是法，我们要真诚的法入心来，所以啊，我们要把心灵的污垢洗涤掉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发心立愿，六根呐、啊、明慧皆清净，那六根呢，面对的就是六尘嘛，六根六。地那地下色啊，等等，我们自己呢，
就要很修炼自己，不要动不动呢放纵了自己呢啊，去演外面的境界呀、啊，那就容易呢被诱惑出去呢，那就会堕落陷阱哦。常常都说共业啊，这个共业从哪里开始啊？这个共业呢，都是重情内里心意乱哈、哦，心念一痴哈、哦，那一痴在放纵中哈、哦，所有真实的道理呢，都已经呢蒙灭掉了啦哈、哦，所以啊，心意就会乱起来，会造了许多的业啊，人都是会沉溺意境哈、哦，如狂下，那弄一滴。定力的欲的境界里呐，所以呢，亲像大象吼，沉在水底安尼，直直沉落去，这都是呢，我们现在的人心呐、啊，也是人生呐、啊，吼，总是呢这样的意念直直多来吼，那业就会很重哦，亲像大象在水里安尼直直沉哦，吼，同款的道理啊，也像呢。灰蛾哈，扑火哈，那这样的不知道呢，周围的环境都很危险呐、啊，所以我们要自爱呀、啊、哈，六根呢明慧，我们要修得真的很明白、很清楚，不只是地显哈，不是聪明，是地慧，我们要把六根呢转成了智慧呢。如何面对的环境产生了我们的智慧、哦、所以、啊、不受尘惑呢乱自心，不要被呢外面的境界啦乱了心、哦、因为看到了外面的境界能提高自己的境界、哦、看外面的境界提高自己的境界，这呢才是真的智慧。就如佛陀时代有这一段的故事啊，有一位善生，他是一位长者子，他了解到佛陀在人世间的说法，他用心啊听啊闻啊，那闻思修，他就开始了解到了生老病死呢，这都是人身体的无常，何况呢世间事啦那样的无常啊，他很能理解到佛陀所说的法，何况呢现在的富贵荣华，他能维持多久呢？所以他要追求的是永恒不生不灭，而不是呢世间的物质，他要追求呢是心灵的富有，他要求得宇宙间的真理。所以佛陀呢很赞叹呐、啊，他就说：“生性佳华，慧归无常。”这位长者子，他就是清醒哈、哦。那有了家庭的话哈、哦，那总是呢，再怎么亲啊，怎么爱呀、啊、哈、哦，或者是家产再多啊，名位再高啊，总归呢，还是会有磨灭掉的时刻，而且呢，有家累啊那样的牵挂啦，烦恼更多啊。所以呢，他就是了解到这样的无常，他要出家，求出家，也走入了僧团里的生活。所以呢，来学到尽知烦恼，就是佛陀呢对这一位。善生长者主哈、哦，他愿意来出家，是一个真好雅人的囝哦，哈，是一位梦中啊，他能舍得下，所以佛陀呢很欢喜，在这生活中。
凡夫啊，就是迷着，而且呢，吃的啊，总是那样的讲究，味觉等等，这都是迷住在生活的一切有形的享受。觉悟者呢，不是，他就要把它放开了啦，甘愿呢，走入了修行团体呢，来过了那一份清淡生活哦，这实在是圣人甲凡夫呢，就是跟他差的家那点哦，这是我们真的也要很赞叹哈、哦。那佛经典里面呢，佛陀的智慧值得我们追求。